欢迎来到 HSK 二级标准课程，我是 Rachel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六课的内容。好，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标题。好，跟我一起读。你怎么不吃了？你怎么不吃了？好啊，Why don't you eat more？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今天的学习内容。那么首先我们也是一起来做个热身啊 ,warm up。我们一起将图片和词汇一一对应一下。好，那么第一个，哎，来喽，第一个，哎，之前是不是见过啊 ?We learned before. 牛奶，对不对？牛奶，喝牛奶，喝牛奶，drink milk。喝牛奶啊，be right 啊，喝牛奶，好啊。那么下面第二个，哎，我们也见过它，是不是？We have seen it before。啊，起床，起床，get up，OK，okay，好，非常棒。我们选择 C 选项，好的，不错。下面第三个，跑步，哎，跑步是哪是什么？What's meaning？Run，对不对？Run，好，which one？D 选项，好的。那么下面下一个是什么？好，自己来读一下好不好？哎，我们也见过报纸，对不对？我们学过，We learned it before。报纸，哎，是什么报纸啊？看报纸，对不对？哎，看报纸，选择 A，好，choose A，好，下面，哎，吃药，对不对？吃药，take medicine 啊，我们也学过它，好，选择 E，好，下面最后一个是什么？哎，打篮球，打篮球，哎，play basketball。好，我们选择 F。好，非常棒。There are many words we learned it before, right？啊，我们之前学过了很多，也见过。好，下面啊，这里有 four pictures，啊，这里有四张图片，我们一一来看。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这都是什么啊？第一个，first one，第一个，哎，是个 bike 啊，用中文怎么说？自行车，对不对？哎，自行车，好，自行车，好，下面，下一个，第二个，哎，next one 是。It's a ball 啊，球，足球，哎，football，足球，好，不错，足球，好，下面，哎，我们上一张啊，PowerPoint 说了是什么？哎，是篮球，对不对？哎，打篮球，篮球，好，下面呢，哎，最后一个是什么？Noodles，哎，noodles，啊，面条，哎，面条，好的，非常棒，哎，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内容吧。好，首先我们哎还是来学习一下新的单词。好，下面第一个，哎，第一个门，哎，门。Store, get 门。好的，第二个，哎，我们上一节课见过一个词，是什么？外面，对不对？哎，外面，outside 啊，这个是外，哎，outside is also outside，外，哎，外。那么门外是一个词。
门外，哎，门外，对不对？好的，非常棒。下面呢，哎，是我们刚才，哎，is this picture right？啊，自行车，back，自行车，好的，不错，哎，back is bike，自行车，哎，跟我们读啊，跟我一起读，自行车，哎，好的，非常棒。下面我们，哎，今天我们有在看学习课文之后，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I have a few questions. After we learn the test, we answer it. Okay? Let's go. Let's go 啊。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课文啊。好，下面第一个，还跟我一起，一定要张嘴，哎，open your mouth，跟我一起读啊。Here's A and B. Okay. 好，下面，哎，我们一起来读。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哎，ask time，什么时候？We learned it right？OK，okay，你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吗？好，啊，那么 B 说他。已经来了，哎，已经，对不对？我们也学过了，we learned before。已经好，哎，he's already here。好，下面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哎，how do you know？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哎，怎么是我们今天的一个important point？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好啊，我们一起呢来学习一下怎么？哎，这是什么意思啊？What's meaning？怎么？好，这里啊是一个疑问代词，哎，疑问代词啊，interrogative，疑问代词。好的，这里呢我们一起来看它怎么用啊，how to use it 啊，用。怎么加动词或者形容词？哎，动词 verb，哎，形容词 adjective，is used to ask about the reason for something，indicating surprise or astonishment。好，表示奇怪或者惊讶啊，surprise or astonishment，啊，奇怪，哎，你怎么怎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for example，好，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一个，你怎么不高兴？啊，你怎么不高兴？啊，why aren't you happy？你怎么不高兴？啊，那么下面，今天怎么这么热？今天。怎么这么热？哎，why so hot today？今天怎么这么热？好，下面，昨天你们怎么，哎，怎么都没去打篮球？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哎，那么这里就是。动词 so，哎，怎么加上动词或者形容词？哎，这里不高兴，哎，是不是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啊？热也是一个形容词，对不对？好，哎，打篮球，哎，play basketball，哎，is a verb。OK，好。那么下面呢，我来问你来答，好不好？我们，哎，就是我来写吧，哎，I write it here。好，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来进行啊。好，第一个，哎，我们一起来 change，OK？好，我们将为什么？哎，换成怎么？好，我来写在这里。I write here。你为什么不喜欢喝
咖啡，哎，好，哎，在这儿，好，哎，可以，我们一起来做啊，这里，啊，自己来读一下，换成怎么？好，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你怎么不喜欢喝咖啡？哎，你怎么不喜欢喝咖啡，对不对？好，我们替换了啊，we change it。好，那么下面，好，我 I write here。昨天你为什么不来啊？没来上课呢？好，这里，哎，昨天你为什么没来上课？哎，you can try it first。啊，昨天你怎么没来上课？对不对？哎，怎么，对不对？好，怎么没来上课？好啊，我们学完了。怎么？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回来。Go back to Lauren test。好，这里，你怎么知道他来了？How do you know？你怎么知道他来了？好，B 说我在门外，哎，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好，跟老师一起读啊。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好，哎，我们学完了课文，哎，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哎，we answer a few questions。好，哎，第一个，A 想知道什么？A 想知道什么？What does A want to know？A 想知道什么？啊，好，我们一起来回答。A 想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对不对？哎，A 想知道什么？A 想知道小王，here。然后，A 想知道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好，第二个问题，next question。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小王今天什么时候来学校？哎，the answer is here。他已经来了，对不对？哎，他已经来了。Ask time。他已经来了。好，第三个问题，B 怎么知道小王来了？B 怎么知道小王来了？哎，B 怎么说的？B 说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对不对？哎，我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好，哎，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好的，我们也是先来学习一下单词。哎，第一个，好，跟我读，羊肉，羊肉，哎，羊肉，it's mutton，羊肉。好，下面好吃，哎，好吃，好，it's delicious, yummy, OK。好，下面面条，哎，面条，noodles，哎，好，那么，哎，我们可以 make sentence。好，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非常，对不对？Very，非常。哎，那么我们可以说什么？How do we say？羊肉，
怎么样？非常，哎，好吃，对不对？好，那么我们还可以说什么？面条非常好吃，哎，好，不错啊。We can make sentence. OK，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课文。好啊，跟老师一起读啊。今天的羊肉很好吃，哎，also very 好。今天的羊肉很好吃，你怎么？哎，怎么？Right 啊？你怎么不吃了？Why don't you eat more？啊，你怎么不吃了？好，B 说，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啊，天天。啊，what's meaning？啊，every day，天天都吃羊肉，都啊，what's meaning？都啊，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都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这里啊，it's reduplication of mirror words，量词的重叠，哎，什么意思啊？啊，what's meaning？量词的重叠。好啊，when a mirror word is reduplicated，it means every 啊，each 啊，每一的意思，每一，every each 啊，用来强调在某个范围内的每个成员都具有某种特征。好，emphasizing that a specific feature is shared by every member in a certain group, usually followed by 都啊，后面加一个都。好，都，哎，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其他例句，我们就会了。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好，跟我一起读，同学们，个个，哎，个个，I see。Seem right 啊，个个都很高兴，都很高兴。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同学们个个都很高兴。All the students are very happy。好，下面这个商店的衣服 clothes 件件都很漂亮。件件 is also double, okay，都很漂亮，都好的。好，下面这个星期我天天啊，天天 every day 都吃羊肉，都哎好啊，个个件件天天 is also double, right? Okay。So we can conclude. So what we can conclude here? I write here. A is double, right? 加 好，加 sorry 加。哎，加都，对不对？哎，各个 A 加都，好的。I still small, right? Okay, I make it bigger. 好，下面呢，我们哎一起来，一起继续来做一个 practice，做一个小练习啊。老师也是写在这里。我们用什么呢？啊，我们来一起补充一下句子。How I write here. Okay, wait. Make bigger. Okay. 好，我们一起来回答啊。他，哎，怎么样啊？他怎么样？都不去学校上课。哎，怎么样？他。天天都不去学校上课，对不对？好，he doesn't
I went to school, go to school, have a class every day. 啊，他天天都不去学校上课。好，下面，哎，我们继续来回答。他的衣服，哎，clothes，怎么样？都很漂亮。哎，他的衣服件件都很漂亮，对不对？好，件件，好的。哎，我们学完了。哎，都 AA 加都，好的。哎，我们 we usually use it at daily life in daily life。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回到，哎，go back to the test to learn。我们继续来学，回到课文学习。好，那么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句子啊。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不想吃了。哎，I don't want it to eat anymore。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不想吃了。好，下面 A 说，那你还想吃什么？吃什么？哎，还，对不对？哎，那你还想吃什么？好，B 说来一点儿啊，一点儿啊，来一点儿面条吧。哎，八，哎，来一点儿面条吧。好啊，下面呢，我们也是来一起再回答一下问题啊。老师这里准备了几个问题。好，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A 觉得今天的羊肉怎么样？哎，A 觉得今天的羊肉怎么样？How does A think of the today's mutton？啊，A 觉得今天的羊肉怎么样啊？今天的羊肉很好吃，对不对？哎，今天的羊肉很好吃。哎，那么第二个问题，next question，啊。B 怎么不想吃了？怎么 B 怎么不想吃了？哎，B 说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哎，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好的，下面呢，啊，最后一个问题。那么 A 说，啊。说你想吃什么？说那他想吃什么啊？B 想吃什么？想吃面条，对不对？哎，B 说来点儿面条吧。B 说面条，好的。哎，大家哎说得非常棒。好的，我们继续来下一篇的学习。好，也是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单词啊，一定要啊 open your mouth to follow me 啊 to learn the word。好的，第一个，打篮球，打篮球，哎，好，play basketball，打篮球。好的，下面，因为，哎，因为，这里，here，因为啊，it's because，since，因为，好的，下面，所以。哎，所以，so 啊，因为，所以啊，because it blah blah so it blah blah right 好的，下面呢，游泳，游泳啊，to swim 游泳啊，like a fish right 鱼啊，好的，游泳，好的，下面。经常，经常啊，often, frequently，经常，哎，好的，不错，好，下面公斤，公斤啊，kilogram，kilogram，公斤，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吧，好，跟我一起读，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
哎，昨天你们怎么都没去打篮球？还好，因为昨天下雨啊，because it rained yesterday，所以我们都没去。哎，because it rained yesterday。So 啊，所以啊，in Chinese，因为所以，so 啊我们都没去。好的，哎，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因为所以，我们经常会使用到因为所以，哎，we usually use it in daily life。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因为所以啊。Is the pair of conjunctions 啊，因为所以 conjunctions。好，在这里，here 关联词，它是一个关联词啊，because it，so it。OK，好，我们一起来看啊，连接两个表示因果关系的分句。The two conjunctions are used to connect two clauses in the causative。Relation，好，前一分句表示原因，the first clause being the cause，and 后一分句呢表示结果，and the second being the effect，is cause and next is effect。OK，one can be used both or either of them in a sentence。啊，如果他们两个一起出现的时候，哎，一起出现的时候，也可以省略到其中一个，哎，省略其中的一个。好的，哎，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看了例句我们就明白了。好，跟我一起来读，因为他生病了，啊，所以没去学校，哎，because。She is ill. So she doesn't go to school. 因为她生病了，所以没去学校。好的，下面因为她每天跑步，所以身体很好。哎，because he runs every day。So he has a good body，因为他每天跑步，所以身体很好she has。OK，好，下面呢？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打篮球。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打篮球。好的，because it rained today, so we didn't play basketball。好的，哎，下面我们也是一起来回答几个，跟我一起练习一下。哎，we have practice, we practice it。好，下面I write here。好，OK。After we practiced, you can learn it well. 好，第一个，因为 blah blah，所以我们没去上课。What's meaning? Because what? So we didn't go to school. 好，因为。下雨了，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下雨了，因为下雨，所以我们没去上课。好的，那么下面第二个，因为他工作很忙，所以，哎，所以什么呢？We have seen at the last lesson, right? 因为他工作很忙，所以没时间休息。
对不对？I have, don't have any time to have a rest, take a rest. OK，因为他工作很忙，所以没时间休息。哎，好，不错。好，最后一个，因为我很喜欢吃鱼。好，我们可以用刚才学的来造句。哎，we can use what we learned just now. We can make sentence use it. 所以什么？所以我天天都吃鱼，对不对？哎，I eat fish every day. 啊，因为我很喜欢吃鱼，所以我天天都吃鱼。好的，好，那么下面还有 another。哎，好，我们，哎，好，wait for a minute。好的，我们学习了这些，哎，we go back to learn it。好，哎，我们继续来看这里课文 test。哎，因为昨天下雨，所以我们都没去，对不对？哎，好，下面我去游泳了。哎，我去游泳了。好，下面 A 说，你经常游泳吗？哎，经常。啊，经常，你经常游泳吗？Do you often swim？好，B 说，这个月我天天游泳。啊，我现在70公斤了。I swim every day this month. I weight 70 kilograms now. OK，好，这个月我天天游泳，我现在70公斤了，哎，好的，那么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 a few questions，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课文的问题。好，那么第一个问题，昨天他们去打篮球了吗？昨天他们去打篮球了吗？好，哎，昨天。没去打篮球，对不对？哎，这里昨天没去打篮球，为什么呢？哎，没去，为什么？因为昨天下雨，对不对？所以我们没去打篮球。哎，好的，不错。好，第二个问题，那昨天做了什么？昨天做了什么？What did they do？What does he do? What did he do? Yesterday. 游泳，对不对？Swim，游泳。好的，那么下面，哎，B 经常游泳吗？哎，B 经常游泳吗？哎，B 怎么说的啊？B 说我天天游泳，这个月我天天游泳，对不对？OK，好的，不错。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最后一个，好，这里，好，跟我一起读啊，It's a neutral，It's a neutral。姐姐，哎，姐姐，哎，姐姐，a sister，elder sister，姐姐。哎，好的，不错。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课文啊，跟老师一起读。好，A and B，A 说这两天怎么？哎，怎么？对不对？没看见小张？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小张？好，B 说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了，He has gone to Beijing。好的，下面去北京了，I come to Beijing。I gone to Beijing。去北京了，是去旅游吗？For traveling，是去旅游吗？B 说不是，听说是去看他姐姐。
啊，姐姐，好的，不错啊。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哎，读完课文呢，我们回答几个问题。好，第一个，哎，他们几天没看见小张了？几天？Ask time, right？他们几天没看见小张了？哎，这两天，对不对？哎，这里，好，这两天。哎，不错，好。第二个，小张去哪儿了？啊，where's 小张？小张去哪儿了？哎，他去北京了，对不对？好，哎，下面小张去做什么？啊，小张去做什么？啊，去看他姐姐，对不对？哎。visiting his elder sister。好的，下面，哎，我们学习完了课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回答一下问题，好不好？哎，我们可以 role play the dialogues A and B and change it。OK，好，我们一起来回答课文里刚才几个问题啊。好，老师写在这里，I write here。好，第一个，小王今天来学校了吗？小王今天来学校了吗？哎，怎么回答？How to answer？他已经来了。哎，他已经来了。好，第二个，他看见小王了没有？啊，Does he see 小王？他看见小王了没有？哎，他怎么说的？他在门外看见他的自行车了，哎，对不对？看见他的自行车了，哎，没事，看见他的自行车了，哎，好的，不错，好，下面。为什么他今天不想吃羊肉？为什么他今天不想吃羊肉？哎，因为什么啊？因为他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对不对？哎，因为他这个星期天天都吃羊肉。好的，下面呢？为什么昨天他们都没去打篮球？为什么昨天他们都没去打篮球？啊，因为下雨了，对不对？哎，因为下雨了，because it rain。好的，最后一个，小张为什么去北京？小张为什么去北京去看他的姐姐，对不对？哎，去看他的姐姐。好的，哎，我们学完了啊，回答了问题。好，我们最后呢，哎，来回答一下，哎，这些句子啊，complement this sentence 啊，回答一下这些句子。好的，哎，我们一起来，together，OK。好，第一个，这儿的衣服，哎，他给了一个渐渐，对不对？Here，渐渐，哎，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说？这儿的衣服渐渐都很漂亮，对不对？哎，这里，渐渐都很漂亮。哎，好的，不错，漂亮。哎，好，下面女孩们，哎，她给了一个个个，对不对啊？Girls，女孩们，个个，哎，个个，怎么说？都，哎，都，对不对？都很，哎，我们还可以说漂亮，哎，漂亮。beautiful，我们还可以说美丽，哎，beautiful，好，哎，下面
今天天啊，因为天气很冷啊，因为啊，所以啊，because the weather's so cold 啊，because the weather's so cold, so 啊，so what? So 所以我哎生病了，对不对？所以我 here。所以我生病了，哎，好的，非常棒。好，下面呢？哎，这里有一个啊，picture，下雨，对不对？啊，umbrella，下雨。好，因为怎么样？所以我们在家吃饭，吃晚饭，因为下雨。哎，it rained because it rained. So。啊，so we have a dinner at home。好的，非常棒。哎，我们学习完了这个啊前面的课文。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这个啊学习 pronunciation。好，下面呢第一个就是 logical stress in a sentence，啊，重音句子的逻辑重音，logical stress in a sentence。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啊，老师带着你一起来看。一个句子中，说话人想要表达比较重要的信息或者内容啊。In a sentence, the information or content, and then the speaker focuses on its usually stressed. 好，我们就要说的重一些，对不对？哎，就要说的重一些。哎，好的啊。那么呢，this is called the logical stress or emphatic stress。哎，好的，叫逻辑重音，又叫强调重音。哎，逻辑重音又叫强调重音，we stress it。好，那么 the logical stress may appear at different positions in different context。在不同的语境中，逻辑重音出现在不同的位置啊，different positions。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第一个，跟我一起来读。谁在房间学习汉语呢？啊，so this sentence, what do the sentence want ask？谁对不对？Who 啊，Who 对不对？So 啊，we stress what we stress on the answer 啊，Who 他对不对？他 he 他。好，那么谁在房间学习汉语呢？啊，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对不对？Ask stress who？好的，下面啊，第二个例句，他在哪儿学习汉语呢？他在哪儿学习汉语呢？啊，你来回答一下。You answer it at first 啊。What does this sentence want to stress? Where, 对不对？Where, okay. So, what we answered? Where, 房间，room, right? Room. 好的，非常棒。我们一起来着连着我们读一下。他在哪儿学习汉语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对不对？好的，哎，你在哪儿学习汉语呢？你在哪儿学习汉语呢？哎，you can answer，我在房间学习汉语呢。我在房间学习汉语呢，对不对？哎，好，非常棒。那么下面啊，我们还再来看一下，这里，哎，the same sentence may have different semantic focuses。When the position of the logical stress differs，同样一句话，逻辑重音位置的不同，它的语义重点也会发生变化，语义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好，那么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啊，他在房间学习呢，So what does she his it stressed？说的是他，对不对？不是说别的人，not other people，not other people，is he，all right？OK，好，
下面他在房间学习汉语呢，rather than in other places, right? Okay，好，他在房间，哎，in room, in the room, no, rather than in other places。好的，非常棒。那我们一起啊，我来问，你来答，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好吗？We practice, we practice it。好，下面第一个问题，你每天什么时候起床？你每天什么时候起床？你可以说我每天，8点 ask time，all right？When time you get up every day？你每天几点起床？我每天8点起床。好的，是8点，rather than other time，OK？好的，下面，我们今晚吃什么？Stress what？Stress you can answer stress what at first？吃什么，对不对？What we eat？吃什么？所以，so you can answer。我们今晚吃鱼，express 吃鱼，强调吃鱼，对不对？好的，非常棒。好，下面我们来学习汉字 characters。好的，single compartment complement characters。好了，第一个，第一个门，跟老师一起读，follow me。Sorry，门，门，originally referred the two panels of the door，门，对不对？门，好的，at the entrance of a house which can open and close，open close，right？look at this picture，门，对不对？门，好的，我们一起来伸手来写一遍啊，看一下这里的。Look here，第一个点，竖，好，下面横折，提，好的，很不错，好，横折勾，好，我们一起来写一下，点，竖，横折，勾，好的，很棒，我们再来写一遍，点，竖，横折。Go. 好的，非常棒。Remember this is door 门，门。好的，下面呢？这里，跟我一起来读啊，羊，羊。It means sheep，羊。The originally from a 羊 looks like a sheep's hide, facing me, right? Hide, head. Okay, hide. Look at this picture，羊，对不对？羊，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写一下这个吧。好，在这里，点、撇、横、横，横，好，竖，好的，我们一起来拿手一起来写一下啊，点、撇、横、横。横，竖，sheep，OK，好的，非常棒。好，那么我们最后一起来看一下 the radical，好的，the radical，好，第一个，反犬旁，好，第一个反犬旁，is usually related to the animals，animals，反犬旁。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he example characters 啊，make bigger。好的，第一个猫我们学过，对不对？We learned it。好，猫 cat 猫where's the rock？反犬旁 here 反犬旁，对不对？猫 OK 好，下面呢狗我们也见过之前。好，这里狗。It's same position. Okay, same positions. 好的，在这里 here，狗对不对？反犬旁 related to animals. 好的，非常棒。下面呢，
最后一个是什么？心字底。It's usually related to one's mental activities and emotions.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也学过竖心旁呀？It's also related to one's mental activities. 竖心旁记不记得？竖心旁，哎，好的。那么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example characters 啊。好，这里。第一个想，哎，想啊，竖心旁，哎，I miss you, I think that, blah blah blah, I see, I use my heart, OK, 好，在哪里啊？哎，心字底，对不对？哎，这里心，哎，I miss you, I related my heart, OK，好的，下面最后一个是什么？哎，是念啊，念，哎，念在哪里呢？Where，where，对吧？哎，同样，is same positions，right？我的心啊，想念，is a word，I miss you，I miss you，我想念你，哎，我想念你，I miss you，想念，is a word。OK，好的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哎，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了什么呢？The first one，第一个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逻辑重音，对不对？Logical stress in a sentence，逻辑重音啊。Ask what？Ask who here？Right？Ask where？So we stress in pronunciation on the in the sentence 啊，在他 ask who 他 ask where 房间啊 stress it OK 好的，下面还有什么门对不对？嘿、hey，remember that 门 close open OK 好的门哎，下面是羊 sheep 啊羊 sheep 好的，还有这个反犬旁 related to animals。和心字底啊，这里心字底 related with mention activities and emotions。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内容。大家回去一定要 rehearsal 复习啊，复习我们之前 what we learned in last lesson before。OK，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见吧，哎，再见。